你可曾想过，在台湾这座36000平方公里的岛上，受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。不管是囡仔有生惊、娶生囝、娶生囝、娶生囝、外面骂骂号。 为着要安搭囡仔的情绪，就要来去收惊。家宅不宁要收煞，公司不赚钱，员工鸡飞狗跳也要出煞，安住体。来，熊熊走来这间工厂。 汉吉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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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友啊，敢有和爸爸妈妈吼带去收囝的经验呢？台湾的收囝吼，应该讲是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啦。但是吼，您敢知影？既然啊，有店头咧替人收囝，甚至吼含厝公司行号啊，卖当收囝呢？到底是甚款的店头文化呢？另外吼，洪英发老师口中所讲的八团的吉字辈加上大集合，如果是甚么款的性空呢？想要了解这一切吼，咱必须要先来找这届活动的主角咖喱刘安江。这应该就是刘安江啊啦吼。看，叫拢穿好啊，应该是才要热闹咯。哦，不过，因面顶有写“音符三千岁”咧，你敢有听过？第一摆。我嘛是第一摆。不过头前有一个大哥呢。问一下好啊。好啊。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我听讲话咯，咱刘洋江吼，即届要办这个大闹热，啊是啥款的闹热啊？因为阮因有三千岁，哦，有来干大，阮这是三年车的大要件，哦，阮的三千岁吼，别去顺阮的增援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我甲曾婷哦，我是第一摆听，对，你会当帮我介绍因有三千岁到底伊的背景是安怎？那讲台甲伊干大。伊是伫迄个咱的商场迄边，商场哦，安尼足久啊呢？对，伊的生意足久啊。金尊吼，就是伫阮远古时代，我迄阵阿伯做发展，啊拢各户各户，伊的圣诞哇叫安尼看破，就上做高阶，就奉请去引导，我阿来渐渐神灵的神迹就是出来，就是出来了，他把大剔除。哦，阮廖安公是最前身，哦，佫毋是伫遮，毋是到即个咱民国百年的时候，就来打这块地。你讲这是三年一摆，哎，咱这摆应该是只有盛大哦，敢有啥物较特别的？我报你看，是啊，是啊，用力，哇，这是家中的帽啊，佮有衫，啊，佮有伊鞋呢吼。哦，这等于就讲咱这刘安江嘛有这家长啦，是正堂有关刘安江的。啊，不过讲实在的，做些庙内面嘛拢有伊的家长啊。对啊。啊，这有啥物特别的啊？有啊，阮即届吼邀请咱吉义的家长八丁。啊？这么侪丁哦？嘿，八丁之主八大会师。教练所讲的吉字辈家长团啊，其实是对台南嘉义发起，也再来扩展到台南的西港、将军、土城，甚至吼是高雄的鼓山，因分别是嘉义吉进堂、嘉义吉和堂、嘉义吉兴堂、嘉义吉安堂，以及改名以后的嘉义忠义堂，也佫有来自西港的吉贤堂。
将军的吉庆堂，以及高雄高山的吉庆堂。咱即届凶个廖安江个绕境个活动哦，这是咱近代吼，可能会使讲是第一届吼，咱集资辈的家将团大集合。你看，你也知咱集资辈是伫咱台湾重要的一个家将的传统的一个系统。你看，伊汇集咱附近的所有的几个大的乡镇哦，嘉义啊、西港啊吼，甚至邻近的麻豆啊，然后欧王都有阵头来出吼，包括咱的家将宋江弄来吼，所以即届这大集合会使说难得一见哦，几乎没有机会。咱嘉义、西港啊、欢迎的时候看到单一的集团，可是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全部一次都满足哈，连甚至连远从高雄来的第一店都来了，所以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集资团的家将的大集合。无唔对啦，这届吉二辈家将的大集合啊，绝对用的讲是吼，非常演的新轰动啦。毕竟啊，这几团的家将呢，拢是活跃伫咧台湾啊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，西港挂乡以及萧南乡口中啊。其中吉善堂以及吉兴堂啊，是西港挂乡中非常重要的两团家将。吉正堂、吉和堂、吉安堂以及忠义堂啊，因啊拢是萧南乡口中的常客啦。算讲吼，乡口的时间无同，搁再加上高雄吉善堂啊，无办法啊来参加乡口，因此，卡叔讲啊，想要当时阵啊，看到因出阵啊，还是非常困难的。也毋过伫咧大集合进前吼。听讲啊，吉正堂也有一项非常罕见、绝对难以想象的秘密啊，就要来公诸于世喽。演习视同作战，哦，大哥你操练起来哦，敢那正式出军赶快呢，无你开玩笑的哦。好帅哦！分队咧操练就是安尼，因为操练就是教阮要出阵拢同款，所以讲爱我那爱严格。啊，我平常时其实嘛看足侪家将啦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。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些法器、法宝，好像真的是要去对抗坏人。可能有灵物啊，那有啊，因为我的看起来就是用武器以武器为主。咱隔日头的，来打架，咱要出阵上尾后，咱就是代价。咱隔日头的，我们讲啊，隔日头是哪出事？我做个法。我唔是做个法，因正着代志，因爱落来处理。家将呢，算是战前第一线的料啊啦。啊，除了那法宝的之外，佫看到一个，你有看到无？对对，看到其中有一位，摕一个，敢那是灵芝哦。嘿，就这位啦，这位，哎，来，哎，帅哥，帅哥。对，你好。那像伊的角色是算是指挥嘛，还是？文车，一个武车，一个文车。文车。这个旗啊，是算咱的家将名。这个家将连就是有当些代志安尼创啊，你包括阮你有代志啊，我有代志都啊，有当时啊，伊啊处理处理代志，啊，所以阮先就爱教伊，啊，是讲有啥物代志，我教练去处理，我会当甲阮先个家将连做来指挥代志，啊，这个家将连有入咱家将人员伊个报。头上应该，你讲这底下这有立宝，你讲一般听到拢是新尊的立宝，就喊你听你讲。对，啊，这个家将连，就是阮旅游代表就下落来交代。对，这家将人员，这连家将，起码就是爱用因的头上应该，因为这个家将连内底，这都有这个家将人员，因为咱。家将人员出阵，有当时啊，伫外口处理一寡其他的代志。伊落尾落来就是普通人。对。啊，普通人有当时啊，有一寡代志，伊袂看重，所以才来甲。英命。英命哦。对对对。英命是引命的。引命。引命。隐藏的隐，命运的命。意思讲，咱进行出军的时阵，有时阵会无小心闯一寡的命变来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伊带上来转过，带咧，咱拢唔知影。你有代志，伊会用，就是用伊啊。
嘎将，就是我们的神将哦，来代表咱神明的保将。它有很多的神力啊，然后伊嘛代表一挂司法的功能哦，所以你看伊的开始也是可以镇邪压煞，下安在咱阳间警察的功能嘛，所以你看，伫咱台南地区，咱的嘎将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伊就可以警惕。哦，伊就帮佮你啊，顺顺看看，把不好的东西都驱逐出去。所以家族伫咱台南就有一个这样非常明显不同其他区域的功能。因为吉字部的家族啊，因咧出殿的时阵吼，除了无形的家族神会跟咧队伍以外吼，确实讲啊，去碰到代志要处理啊，家族神啊，甚至会降格伫咧众卡的身上。譬如讲哦，咱就捌伫咧马来西亚记录到吉字部的家族团结合堂迄在地信众吼，拄煞掠好兄弟。因此啊，卡斯讲，若无一寡保护众卡的方法啊，恐惊吼会去伤害到这人员啊。